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最近十几年来，台湾佛教界的触角呢逐渐伸向了世界各地，除了到国外参访弘法之外呢，也经常举办各项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共聚一堂。法鼓山呢也举办了好几届的大型佛教国际学术会议。我们要请教圣严法师，是什么样的因缘来举办这样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对佛教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应该把心胸啊能够敞开，把眼光啊放远的放大了。宗教是没有国界的，特别是像佛教啊这样子的古老的而普遍正统的佛教，它本来啊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在释迦牟尼佛时候的印度，它的国家有很多，一共有16个大国家。释迦牟尼佛就是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经常啊周游列国。那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用的语言也不一定相同的，他们民族啊也不一定完全是相同的。而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呢，他不是啊给某一个这个阶级，或者是某一个族，或者是某一个地区，或者是某一个国家的人民说的，而是给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众生说的。因此佛教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国际性的宗教。那佛教在释迦牟尼佛涅槃，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肉身死亡之后啊，他100多年的时间，有一位印度的国王叫做阿育王，他就是把印度的佛教啊传播到全世界去。那在中国呢，也在那个时候啊也传到了在我们的中国的西域，那么到了欧洲，甚至于这个欧洲有好多国家呢，因此也接触到了印度的佛教，那也变成国际化。那我们现在来讲啊，佛教本来就是国际的，在亚洲啊所有的国家应该都是啊佛教所流行的区域，有的地方啊是全民都是佛教徒，有的地方啊是一部分是佛教徒。那我们一直到了20世纪的下半，这个下半后半七，也就是啊20世纪的50年代之后呢，这个世界呢渐渐形成了一个叫做地球村的一个观念出现了。所谓地球村，凡是地球上的人，不管是什么民族、什么国家、什么文化、什么宗教，它已经是变成一个村庄里的邻居。虽然是一个东半球，一个西半球，一个南半球，一个北半球，没有关系，大家的互相的互通的这种啊讯息啊已经非常的发达。像我们现在拿起电话筒来可以直接打电话打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通到，除非那个地方还没接通电话，否则的话都能够接通电话，甚至于通过人造卫星呢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景象，对这个电视的传播。这
已经是老早是国际化的，所以我们在国内呢，在台湾呢，在二三十年来渐渐的呀，也变成了国际的中心点之一。我们最初把国外的人请到我们台湾来看看台湾，在我们台湾举行国际会议，然后呢我们台湾的人也到国际上去，到各地参与啊各式各样的呀国际会议。那我们佛教界啊也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啊一项而已，并不是一个是特殊的啊一个例子。那我们中华佛学研究所，也就是法鼓山系统的佛学研究所，我们到今年，也就是啊民国86年为止，我们主办的有三届国际会议，而承办了一届国际会议，那都是讨论了佛教的学说的问题。那国际会议的人从哪里来？我们是邀请了世界各国研究佛学非常有成就的，有很高这个成果的一些学者们呢，来到台湾呢，了解我们台湾在做什么，也让我们台湾的学者或者年轻的人，或者是文化界、学术界，知道全世界有哪些国家，他们正在研究佛学。我们台湾呢，一向啊蛮闭锁的，对佛教呢有偏见的，但是不晓得真正的佛教呢，是啊有很高的学术文化的，有它的学术的这个基础的，有它的从这个哲学上面、艺术上面、文学上面，从宗教上面、从社会方面，各方面呢都有丰富的这个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发扬光大或研究探索的。但是我们国内呢，始终把佛教当成了一种民间的一种信仰，因此我们就要请到国际上的这个顶尖的学者们呢，来告诉我们这些讯息。佛教实在是太好了，佛教很有用，而且许多先进国家，像日本、像欧美，各地的，不仅仅是亚洲，就是欧洲的，乃至于啊非洲都有人在研究，佛学，所以是呢，我们要办这样的国际会议，这个是为了沟通啊，这个学术的交流，还有呢，让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的心胸能够开大，开阔，提高我们呢台湾呢文化的素质、修养和品质。阿弥陀佛。